好，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这个字母篇的教材的制作。那字母篇的教材呢，它在我们的入口网站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哈。字母篇教材它是最重要的主语的书写符号，好，透过这些书写符号的一个认识呢，我们的主语才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文字化的模式。好，那我们在拍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把入口网站里面的 这个教材呢事先先列印出来了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列印的档案，好，大家都可以从入口网站下载。那这个档案列印出来呢，好，它就直接已经是非常精美的一个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的展示的一个教具。那我们也利用这样的教具来录制。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制的方式呢跟过去的方式都很类似，就是我们有一台摄影机，它非常接近的一个距离 来对着这个主语老师正面的拍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没有用外接的麦克风，因为我们现在在的环境是一个半户外的一个环境，我们在一个凉亭，在这个凉亭里面呢，它的这个各方面的户外的干扰的因素不会很严重，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摄影机的这个内建的麦克风来录音。老师，我们准备开始录了。Awak kenal lagi sedang? Ya tak minta. Selain ada kali dah sedang. Mana kan ini? Alang, alang, bagi, bagi, kingan, kingan, behin.Behin, Budi, Budi, Bubu, Bubu, Cilu, Cilu, Macu, Macu, Purut.Purut, duhung, duhung, dekeras, dekeras, idas, idas, elu, elu, neluk.Neluk, teru, teru, gelu, gelu, gemuk, gemuk, begu, begu.Hema, Hema, Ahing, Ahing, Mohing, Mohing, Ido, Ido, Rutik, Rutik.Ucik, ucik, keeman, keeman, kadi, kadi, gakat, gakat, lukus, lukus.Laki, laki, pala, pala, mudu, mudu, demu, demu, damat, damat.
那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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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努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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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努力college college 八一八一 parties parties papak papak kaluh kaluhKuyu, kuyu, luka, luka.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从一次摇。好，在录制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会发生错误的情况哈。那一个很长的一个教材，这个字母篇念完可能需要十多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完全没有错误，要一次 OK 大概是不太容易。好，那当发生错误的时候呢，演员啊，老师有时候难免会紧张哈，所以可能会越录越多次啊。那通常来讲，我们的方式呢就是不要停机啊，因为反正一定要事后剪。那既然要事后剪呢，我们就在发生错误的这个时候呢，好，请老师很轻松的，好，继续，好，这时候工作人员也可以加入对话，就跟老师说，好，我们现在没有停，但是我们继续录，好，我们继续把它全部录到完，我们回去再剪辑，好，老师不用担心，好，所以最后呢，透过事后的剪辑，把中间有问题的这个不太正确的部分把它剪掉，好，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教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影音教材。好，那我们老师，我们来继续开始啊。孤友，孤友，卢卡，卢卡。Rukun, Rukun, Rapid, Rapid, Birat, Birat, Sari, Sari, Liso, Liso.杀手，杀手，大马，大马，大拿，大拿，不得了，不得了，乌顿，乌顿。Uban, Uban, Sume, Sume, Waso, Waso, Walu, Walu, Burua.Burua, Hilui, Hilui, Mah.
个 N 是 L， Mahan， Mahan， Lehi， Lehi， Yayun， Yayun， Oshia， Oshia。不是有事，不是有事。好，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好，我们就得到了字母篇，好，非常生动的影音教材。在入口网站大家所下载到的这个 PDF 档案呢，事实上呢，它也不一定要列印出来。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平板电脑的使用还算熟悉的话，其实呢可以直接就把它放在平板电脑里面。好，那我们开始啊。是了，还在咖喱写的哈。阿朗，阿朗。Baki, Baki, Kinga, Kinga, Behin, Behin, Budi, Budi, Bubu, Bubu.记录，记录。好好，可以的，好，谢谢，谢谢。好，我们看到这样的方式，就直接，在平板电脑上面滑动，好，那这些文字，好，甚至是图像，好，它就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教材里面。不管是拍摄影片也好，或者是在实际上上课也好，这都是一个大家可以运用的方式。